有八卦媒体拍到影帝廖凡带妻子与好友聚餐，聚餐深夜才结束，夫妇二人一起离开。廖凡还帮老婆提包，但突然戏影来了，廖凡假装包很重的样子逗笑了他的老婆，夫妻两人在街头嬉戏打闹，显得十分恩爱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